张哥上，张哥上，我没想好呢。张哥上，没想好也要压轩吧，压轩吧，我也没想好，没想好也要压。张哥，张哥上，丁哥，丁哥，丁哥吧，那丁哥啥呀？文哥，没想好。什么意思啊？没想好呢。我这没什么，还在想其他的。你换个人，那马哥吧。马哥吧，上。啊。我期待。没有。没有。牙箍。牙套。那赫尔吧，赫尔吧，赫尔肯定。我们剩余的牙套。啊，好恶心。啊，好恶心。我可以捶你吗？是我没有用过的。可以。我赫尔给我买了五次。赫尔给我买单五次，你要他也有啊？没有，他给我买单五次，我就还给他。他倒给我钱，我才。哎呦，可以，赫尔给我买单五次，赫尔给我买单五次，你要他也有啊？扔到房顶上，我给你喷了，喷了，我的手有吗？啊，手有吗？有你是我的福气。只是游戏吗？我却哭了。真给是吧？真给是吧？玩真的是吧？玩真的是吧？不要了，不还的那种啊，我都给你。就这么务实，全部拿了。没有包我要了，没有包，这些我才十次。赫尔请我吃饭五次啊！赫尔请我吃饭五次啊！赫尔请我吃饭五次。哎呀，王主任，不介意吧？王主任，哪的王主任？哪的？北京的。啊？哪个是赫尔？哪个？哪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王主任，等一下。行，今天我再给你转一点，不然我都觉得不太好。说一个，说一个。你家啥？认真的啊！你给啊！房产证，北京的，不是虚的啊！我是车牌号，我已经举起来了。房子，啊，六金的房子，六金的房子，土豆住不了。六金的房子，你就是说谁要住，谁要住？你有个肩膀吗？那我给鼠标住啊。不是，我就说那个六金的房子，它在北京，你的家，那北京这个家是不是也排外？这个是副证据。可以啊，有个证据。好，我多加一万块人民币。不行，买六金的房子，证明你的房子好。我再想想吧。你再想一下吧。六金的小屋我开了。六金小屋，你造好，那你就是我可以给你往后收一张卡。你还在这儿说呀？虚空空间嘛。张哥的吗？丁哥有想法了。丁哥来说。我屋里的车。他就是有那辆车，我知道。其实你们早，我们早，他早就买了，我就摆放在我屋里摆满了。他早就给我看过那辆车。原来丁哥的家都是停车库，不是？你是丁哥请的托吗？什么托啊？结婚年会要托？我们从来不搞这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三七分是吧？真车假车？真车呀、啊！能跑了四轱辘。对呀，嗡嗡的，谁这样跑了？买一单，买一单。买两次单。啊，洗一次头。谢谢。你眼睛是啥呀？你买四次单的吗？啊，给你买一个单，四次单，不外加买一次单，买两次了。不是，这个也是托，这个。提高一下物价嘛。不是，我等会我问一下这个。这个就是他，我洗头，他买单。你买，你买五十次我就上。不是，这里，来来来，我给丁哥洗四次头，外加给丁哥买一次单。不是，一号嘉宾来什么？给丁哥洗四次头，外加买一次单。好，四次头一次买单一次。等一下，等一下，怎么才算加价？就是我现在就先买五十次单。叠加是吧？啊，这四次头洗定了，四次头一次买单，一次买单。一号先生，还有谁？我再加。四次头一次买单，外加五次跟班。五次跟班，四次头一次买。五次头，五次跟班，五次买单，让他了。这也是托，这也是托。这也是托，让他了。开张了，开张了。四次跟班啊，碰见了大冤种。一号先生，大冤种。
五次，五次跟妈，五次买单，五次洗头。对，上了你脚，就是上架。还有哪位先生？这里能开？没有，等一下，你先说下你那个是你那个车吗？我是爱小摩托。遥控车。啊，遥控那个车也是，也直，也直，也直。那个小车。对，也好玩。哇塞，那个车很快的，他天天在家里横冲直撞。小车，我说他开的小，我说他开的嗷嗷叫，他真的就是开的嗷嗷叫。那车各种汪。我知道，他不是那天遥控还那人，他买了个新的好像。等一下，真的吗？还有哪位先生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让了，亚轩愿意，亚轩愿意。他要了，三号先生，啊、有没有兴趣？他今天在女房间看病了。更高的价格。啊，那马哥加价，啊，马哥加价，六洗头，六洗头，五跟八五买单嘛，马哥加价了，六次洗头，五次跟八五次买单，来，四号先生有没有意愿呢？可以，让给马哥了，让给马哥，让给马哥，五号先生有没有意愿呢？让给马哥了，让给马哥了，六号先生有没有意愿呢？你不是说，不是马哥更窝吗？怎么？把自己拖进去了，马哥最近的出行问题。三号先生一次，三号先生两次，三号先生三次，成交。恭喜！那个车，那个车，主要还有那个余，那个。那车余款还未结，你买单把余款还买单。好大的烟种！我来，啊，你来吧。新款 PS5， 哇，真的假的？我人都给你，我有啊。那我这五个，光你的，是我的，那是我的。什么？新款 PS5 加一个什么屏幕吗？有没有显示屏？来五次，显示屏，来五次，显示屏。我要猜了，投影仪可以。等一下，显示屏60寸的。先听你说什么东西？新款 PS5 是全套的，丁哥送我了，我不用了，你等一下嘛，反正就新款 PS5， 就是你不要管它里面的配套，你能不能加一个拍个东西，我还能别给我个壳，能不能加个显示屏？怎么可能就是一个壳呢？加一个显示屏，或者里面写个新款？你怎么脸那么大呢？60寸的我要，你那会儿还60寸呢？我以为他投屏可以，我要你要吗？反正你都已经答应我了，我还要干嘛呢？等一下不对呀。我有啊，你在竞争啊，你私下已经答应了。那我可以换一个箱子。对啊，私下跟这个是不是算？那你来吧，那我不要了。你没有公司，就马哥还要再买一套 PS5。我不要了。我也不要，我有 Steam， 我不要了。我也不要，我有 Steam， 我也不要，我有 Steam， 我也不要，我有 Steam。那我要，那我要。我请马哥吃一次饭。啊，马哥，有没有？可以，可以，请马哥吃一次饭。不是你是不是 PS5？ 我是啊，真的是。不是啊，也是赚的嘛。听哥一次请吃一次饭就 PS5 确定。奥运一次。别这样，我就一个 PS5。奥运两次，知道没？他说啥？你说啥？奥运两次。他说啥？奥运两次。你说啥？奥运两次加一捏肩。奥运三次，奥运四次，你们来了，谁奥运五次？啥呀？丁哥说了，马哥那个什么意思？不加价了。那你这样，奥运六次。还有人要加价吗？你这说当的客人一定想加价了。再奥运一次。那你今晚的消费由贺公子买单。他疯了，你了，他疯了。你们都不哄抬一下，太高了。啥呀？丁哥说嘛。我加了呀，六次。我没加。很漂亮啊，那个。你加呀。啥玩意儿？什么很漂亮 ？PS5 里的世界吗 ？PS5 我有啊，马哥。不是，你想想，你们奥运了几次来着？六次。六次，等于说你要请我吃六次饭，对吧？那我就光看买单这个。我每一次让你请我去吃饭，我都让你买单，请六次，那其实也值一个 PS5。我请你吃小面不就行了？不吃小面我都不去不就行了？为何每一个人一个人反对？对呀，请你，我再给你
加两次，八次。啊，那这样想，小妹其实也能点很多的。不，我就请过他，给你加两碗牛肉。哎，牛肉，我吃加炸酱，再加肥肠，160，那也很赚啊，十次。我要吃臭皮蛋。12次，14次，今天我要订了20次，30次，50次。2000 years later， 500次，200，哎，给他，给你，给你，200次，小妹，200，我就是，一次吃50，每次飞飞回重庆吃，买了包子，就吃重庆小面，200次，200次一次，来，不用说，不用，300次。三百次，林哥300次，不是201次，完了，100，养了那么久的嗓子，301，你真行啊，你这，我们监督他啊，我送丁哥，啊，不应该是吗？我送丁哥，我也是，我喊了一个，应该见好就收到，算算啊。几百次？301，301次，耶！好，小妹多少钱？啊，你如果要加，算加，你算20吧，20吧。洗301次头，这一年都没了，有点亏呀，亏了，头发都干了，要不是买单，你这一下。还有当跟班，买单跟请吃饭是不一样，为什么请个小妹都这么贵了？因为你三百，因为还有配送费。不加了，没了，当跟班，不敢加了，不敢加。等一下，还有人要加呢，还有364次，来，还要加，再来一天，不来了，再来一次。人生总要有点遗憾，哪能每天都凑够一年是吗？那你算了，来凑够一年，哎，那就好了。365天，天天当跟班，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可以，有人愿意吗？没有，那马哥，那就你了。所有上了，算了，我送他一个700。算了，我送他一个700。两年，700次，你可以现在把吃小面的钱转给我。你们是换来了吗？可以让他现在把吃小面的钱转给我。两年小跟班，没举牌不算。好，亚轩365，亚轩。对啊，丁哥700，丁哥700，让了，拱手给丁哥，打不过你，14000，打不过你，14000，好，14000，哎呀，应该的，尊敬的尊贵的刘少爷，这辈子了不起，两万，尊贵的刘少爷，刘少，14000就够了，尊贵的刘少爷，尊贵的刘少爷，我们不止，我要20000，行，这辈子我12000300。不赖，好了，没事，我按你110，没有，2.34吧。恭喜林哥，见完我直接喊2000万的啊！下一个我来吧。怎么压轴商品第二个就出来了呢？说实话，我还有更好的商品，来，请。i8 处理器3080，2万，你要解释一下是什么？两万零一次，主机3080，i8 处理器，先告诉我多好，反正打电脑，我一直不知道这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
很顶的，我那个机箱很五亿五亿啊啊，毕竟霸道总裁总要有些样子。哎，五亿，五亿一次，没有没有开玩笑的，五亿两次，没有开玩笑这一说，张哥，可以为我们国家增加 GDP， 五亿三次，张哥一五亿，我们的国家 GDP 增加了，我怎么来五亿啊？五亿四，他把量玩头大，我怎么给你们我洗量？五亿五亿碗小面，给你这抛光了，你，我一辈子能吃五亿碗小面吗？手给你抛光。都是反光开发处理器，真的三零八零的五亿次，张哥，好好喊，好好喊，包印200次，我一我11万，我十一万，兄弟啊，你是兄弟，我好为你感动啊，是吧？包印200，好感动啊，兄弟，2000，我突然想起来还有 i 九呢，你知道多贵吗 ？i 九多贵吗？贵啊 ，i 九多贵？贵啊，3万多。是这样的，这个公司财务出了点问题，可能这个我这边要不了了。是哪种？400。我再轰他一波。行，那你这么说的话，反正我也准备换了。那你多请我吃饭，也让请我去吃四顿。行啊，我自己做就行了。那我能？哦，对，请吃饭是第二次吗？自己可以，只要你还坚强。也可以给你做一年饭吧。你顽强的体魄，估计吃到200次的时候就还可以了。你举个手啊！400次，算零一次，500次，算零一次。500次，你是不是有病？想解个漏了。硝烟起来了，不来了。我当中间那股硝烟。张哥举了，我听到了。我那里喊数呢。还有再要吗？800。这么想要啊？这单给他了。你骗我！你这样，你1500都，你1500次，我把我那个显示屏给你。1500。1700，我把键盘给你。1700。2000，我把我鼠标给你。2000。鼠标。你现在鼠标用的都是我的。鼠标。先把你鼠标给他。你现在鼠标都是用的我的。我那个鼠标在房间里。2000的吗？没有，没有。2000。4万次，你剩两千台啊。键盘、鼠标、耳机加200次呗。加。2200次，鼠标、键盘。耳机、电脑、那显示屏跟那个主机，那就不要鼠标，那就2000次。啊，不叫耳机就2000次，2000次。那不行，那边1900，我这边你我就是想要这个耳机来。那你这样的话，我得退一点。不，你直接降价呀、啊，反正没人跟你竞争。哦、啊，是吗？那1500多的我不要了。我这个主要是没想到怎么这么低。这个商家有点那个，有点不，我要启动不信任了。999，一口价999。3500，三千五再加一个营业间。好，这边3500加营业间。我再加一次营业间。我加两次洗头。我还是茶州的，茶州根本没听到。键盘茶州。7000次。来，亚轩加。亚轩该你了，你看看你的微信钱包里还有多少钱。7000次，我跟你说。一个按一个看到。那就7000次吧。现在加一次就够了，我不抢了。8000，啊不不不不，好，8000好了，没办法。买，不是你拍的，你能请我吃8000次吗？完了完了，要不然心态炸了。买，现在到了那儿，来我请客。哎，新哥。不是我干劲儿，回到家呗，回到家，主机先给我呗。以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可以。应该可以平衡一下。你什么关系？归亚轩了。谁啊？爆唱爆唱。给他少一点吧。哎呀，我这样，我少买你一个显示屏。好。那你给你减1000吧。好，就这样吧。那我少买你一个耳机啊。好。还有显示屏啊。嗯，显示屏也要。他在降价。好，就这样，全部托运的，给我8000。没有没有，7000，显示屏不要。好爽啊！好猛！我两个包，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外什么牌子吗？等一下，就是我最近背的那两个。你最近背的哪两个麻袋包？哪两个 ？LV，LV。那个什么，我一个是20次，啊？可以，换产品成交了，换不了。换产品，
差点，真给吗？真的，真二十。我拿 LV 的鞋给你置换行吗？不，换成快。LV 的鞋哪有包贵啊？音响，音响，啥？音响。就让你二十四拿下吧。那就拿下。我这样，二十四拿下之后，我们一人背五天。嘿嘿嘿，背嘿嘿。大家也不是很大。对，七天轮流背。我帮你给他洗五天好吗？洗完。对，我帮你给他。我帮你行，我其实明天五次间啊，六次奥运买，我们六个人就六次奥运拿了，不要那么激烈的竞争。我都要哭了，我可是给你抬到八千。成交，成交。21次奥运，21次1次，多叫两次，21次2次，昂贵了，21次真加不了了，这捏肩膀。主要我爸，我发现我们好像挺团结的。对啊。捏肩膀、洗头，都是非常珍贵的，不太妥当，不太妥当，这不是一个好事。三，整21次啊？骗我呢？不是两个包得真给。都已经结束了，21次。你看就是他的心痛，你看到没有？21次就跟我这么大东西。可以吗？哦，原来这游戏是这么玩的。现在嘛，就是这样玩的呀。以后你背去机场那两个包，你千万别出境，是耀文的和我们的了。我的大砖头兄弟们，你自己找得到吗？捏肩膀一次，什么？洗头加一次，砖头兄弟们加一次洗头，这不廉价吗？我那个好贵的。加一次三哥吗？完事儿。我那个那么大、啊、你找得到吗？在哪儿呢？你知道吗？应该找得到吧。在我床，在你房间。都没有买单可吃饭，这个好贵啊。挺赚的啊。这样吧，没事，亏不过我，亏不过我。请你吃什么？好，那就给你吧，反正回本了。我有四个充电宝，我才拿了充电宝，我们还是能借。确实哈，就你要不要换个商品吧？再加我的。几次我想劝阻，却不知如何张口。我的。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马桶一年使用时间。你咋不把你那个消毒水买了一箱的那个拿出来那个啥呢？啊，对啊，我真的很难出手。等一下，朋友们。我没有想到这个会录这么久，我可以去上个厕所吗？你必须要拍了孙亚轩的马桶使用权，拍我的马桶，你再去我的马桶，必须拍。现在最高价就是他，赶紧敲敲板，赶紧敲板，敲板他就能去了。敲板了吗？好，24吗？24。谁能想到这么久，还录这么久？买单真服了，喝一次，对。太夸张了，你这个。下一位是整个什么？我的两把剑选一把吧。我真想问你说吧，你的特级剑。哇，这个我是两把剑，两把剑选一把。他那个剑是真的太酷了，两把剑。你不心疼吗？捏肩膀一次。你不心疼吗？你不心疼吗？我可以再买啊。捏肩膀两次。他刚刚说，他那个剑是真的太酷了。他的剑真的很不错，捏肩膀一次。捏肩膀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张大文，啊，加一次。那我加一次，请吃饭。我那买的也不便宜，那我欧印两次吧。虽然我那把剑没什么执念，但是我觉得该出来玩一玩了。五次，你要玩是吧？六次，20次，我陪张哥玩。200次，2000次，你玩。2000次买了你一把剑。哇，你是不是太上头了？还有2000次，真的太上头了。算了，给你个机会改一下吧。纠正一下，我的11万咋没人给我机会改一改了？11万，主要是1123不好改，对，改个林业头。2000次买把剑挺好的啊。张哥，你才出来几秒钟？那我再给你玩一次，2021次，2021次，张哥，再跟我喊一次，没有人喊啊。5000，张哥喊价吧。那我们再喊一轮吧。好，5000次，10000，张哥10000次。2次，12次，2次，该你了呀。张哥10000次，3次，该你了呀。张哥10000次成交，那车就不止这么点。10000次，快点快点。张哥10000次成交，睡着了，人家不陪你玩了。他不，信用危机啊。他刚刚说了跟我赌一轮的，一把太极剑值10000次，那把剑不叫太极，上面镶了5颗钻石，五颗钻。5万，他是喊了5万，五颗钻。我又不是卖家，我说玩的。对呀，你喊了，但是他喊了，他不是他喊的。哎，再加一次，不加了，再加一次。
我跟他说你的剑现在五个钻石、哎、不是我就是没今天一天都没拆到什么我还搭了两个包两个包换一把剑嘛挺值的呀哪个赚大了呀今天不能空手走是吧没人了没人了哎呀张哥张哥啥都没拍到陈江陈江没办法呀大家太激烈了我抢不过大家恭喜贺老师太多了我只想知道那把剑的价值不到一万不到一个亿两块也行吧不到一万两块哦六千多其实那也挺值的了呀那跟我那个车差不多的价值了那我那个车才五次啊哎呦卖一块价值200多的香皂你怎么20万 你是怎么进来的20万你是怎么进到这个拍卖绕城一周20万我就要这个香皂他买了什么玩意儿20万200多的香皂真的它是黑的还是黑金的你在身上涂40万不是40万黑的是它本来是白色的本来是白色的本来是黑色的这个不知道啊黑松露香皂吗请问你这香皂是你用过的吗？还没开始，没用过。你这用过的香皂，哦，说错价了，我说的不是我那把，他用过的剑，小哥，没用过，40万，就是喜欢用，不是我那把特别贵的剑，没事，你先把我香皂拍下来，他40万了，这是我40万了是吧？而且，但也挺帅，是40万了吧？他都照常2周了，那我给他加一个吧，我把那个耳机一块给他吧什么耳机用过的耳机无线耳机还没拆封呢但也挺帅也是黑色的200次不是我那把剑我想错了40万次呢 $2 billion 21亿那这样吧我将就一下他4000次就行了为50万看看实力看看实力吧买账买账40万多少一次我都不要你让他香皂来干嘛呀你要吃吗马哥50万看看实力不是看看实力我真不用香皂看看实力客气很客气猪头饼看看实力香皂还可以洗脸黑松露的黑松露的喜欢点再去黑松露香皂黑松露香皂还有个黑色的蓝牙耳机看看还有冬虫夏草本来是黑色的吗是本来不是那个是黑松露跟虫草一起的我张哥什么香皂黑松露香皂50万哎不是就普通黑香皂啊那不用了你先别说啊60万等一会儿我还没加价呢还60万了我奥运一次买他那个什么真硬啊有这么抢手吗我的香皂我今天回去把它用得更黑为什么一个香皂能炒到绿那用得黑的发光喝喊了60万不是我喊60万是劝一劝对他喊了60万那就60万吧60万你今天不喊的话我去你房间把沐浴露全部拿了看你知道怎么办沐浴露好像快用完了我们缺个人70万好吧那就他70万吧那成交别报销啊大家别报销开玩笑的 OK 结束拜拜